王定武议员，伊坐八点的高铁，伊非常非常的骨力，伊为着咱特别赶来遮，甲班次延后。咱即马用上热烈的破声来欢迎咱上敬重、上听重的王定宇议员，非常的甘心，伊上拼，对无？大家有一个无？王定武，王定武，王定武。我头拄仔才听到一个足惊吓的消息，讲林佑竟然要来做兵吼。这个少年家我当作伊三十外岁，原来才二五岁尔吼，啊，我先甲伊鼓励一下，保养了太歹的吼。现着咱所有咱台湾的先进，台国派的好人，台湾人，大家安，大家好。我拄仔落高铁吼，发现台北竟然咧落雨。阮台南吼，今仔日日头正炎吼，气温超即个三十度，最头落高铁呢。看到台北的雨，惊一条，害我最爱用走的走来到遮吼，来到遮看到足多我所熟悉的前辈，不管是阮 URM 精神的老师吼，阿伯吼，咱前的丁立伟，还是现场足多，不管是社团、政界，更加重要是咱基层每一位长辈，而且祝大家新年恭喜。今日是吃尾月，吃尾月呢，爱报告一挂好消息。另外呢，最近有一挂好消息要甲各位报告。第一个好消息，阮家的鱼啊吼，今仔日我要出发，发现生五只。第二个好消息，阮家的乌巴桑，就是阮某，隔两礼拜要生一只。搁第三个好消息，搁第三个好消息，听讲马英九的好朋友破病感冒。啊，所以呢，伫食尾个爱听一挂好话啦吼，所以呢。祝伊呢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吼。啊，别家呢，除了讲好消息以外呢，食尾月若无食到对着街头的，明年要继续拍拼。我知影蔡丁贵教授呢，食拼死，伊呢拢无准备街头，才无半个人吼准备石头路的吼。明年做侪物件要来拼，除了民进党主张的选举爱拼以外，明年希望台湾人的气势愈来愈旺。每年希望埃克法签未成，每年希望台湾人对家己的自信愈来愈悬，每年希望阿狗啊，甲车家己落台吼，啊，这希望呢，爱靠大家尽量来拼。最后我要甲各位讲，其实伫蔡教授伫遮真济绝食，包括名友，包括有足多我叫会出名、叫袂出名的好朋友，咱伫无偌久以前。在台中中港路迄个所在，咱用两三天的时间，来自台湾无同的所在，人有人讲咱是一连的兵，人无多，面对是警察，面对的是通派媒体，面对是铁丝网啊，面对的是拢无支援的力量，咱看到有社团，有长老教会，有学生，有咱家己的独立媒体。最后，咱会当站伫中港路通联转运站，伫迄个时阵，最后咱要离开，咱甲台湾的迄个球，我拜托朋友去加甲甲迄个球台湾旗游来到转运站这个所在，转场的人，咱徛伫遐，当咱要离开迄个所在，当咱要甲台湾人呛声的时阵。咱向在场所有的警察、所有的媒体、所有台湾这个土地上的人民讲，这个土地是咱共有的。咱伫这个土地上，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，人民才有在条分寸拿决定。当咱面对国家无存在危机的时阵，不应该分色彩，应该共同对抗出卖台湾的中国国民党，以及要并吞台湾的中国共产党。那不是哪里的问题，那是子孙生存的问题。当咱迄粒球北台湾旗升上天的时阵，台湾这首歌伫迄个广场响起，足侪人嚎出来，林宝华嚎出来，我看到足侪人目屎滴落来，唔甘愿，这个唔甘愿，希望伫今仔食尾个过，明年变作咱的快乐。
我是绝对的乐观主义者，我相信，我相信未来短短时间内，咱看到过去这个前辈阿伯是黄名单，带到收容绝食，咱看到这个前辈利用着生命，用台湾一点一滴改变。我虽然无亲像朋友遮少年，我四十一二五，在场有足侪是阮这个年岁的人。各位少年家，咱来用未来的时间，短短两冬的时间，予全世界知影，伫太平洋这个所在，有一个美丽的国家，叫做佛罗萨，叫做台湾。有一天，咱台湾人，我的囝，阮太太，搁两三礼拜要出世的囡仔，有一天会当摕到护照。来到美国的海关，伊问你对地来的时阵，来当讲来自一个公义、公平、幸福、快乐、和平的国家——台湾。这是咱的使命，这是咱吃火鸡、吃火饭，明仔载要继续拼，咱上大的原因。在伫遮，感谢各位前辈恁的付出，拜托各位同辈继续拼，咱搁做后辈继续一棒接一棒。别人会当放弃这片土地，台湾人袂当放弃咱的国家，因为咱无别个所在好去，咱甲这块土、这片天。最后，祝福大家每年快乐坐伫内面吃火鸡无啦吼！每年希望咱一切都看到好转，希望咱甲上帝徛做伙。而且感谢大家，祝福就是多谢你。多谢王议员，我真紧张。阮这个会所，就是王议员以下的会所，要坚持台湾独立无？今仔日听到议员所讲的话，咱充满希望，对无？咱甲王店母再一次拍鼓好无？希望伊会使继续带少年仔来拼台湾，继续好无？再一次拍拍，多谢，多谢。